我正向推动福利化社区小基金计划，希望透过日常生活的保健，来个长辈有一个健康快乐的退休生活。所以特别邀请专家来开办慢性病预防认识课程，对着常常看到的老大人慢性疾病，以及来加强预防三高的情形发生，拢有正详细介绍甲说明啊。那在慢性病的部分，你看它几乎就占了前面，你看全部都在前面，高血压的部分，然后这里还有脑血管跟心脏疾病，这些都是因为三高。江苏江口市再三强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关，都是老人慢性病上需要注意的所在。因为台湾十大死亡原因，主要拢是因为这三关所造成。各省乡福利化社区小基金计划特别开办连串的老人预防保健课程，安排社区老人甲志工前来上课。讲咱身体的问题啊，身体啊安怎保养啊？那学这对家己有啥物好处？身体有好处啊，较袂啊，那即种啦，过遐大大话是啥，家己要注意啊，那。咱就安尼，就其实有学着啊，学着，咱等于咱就是爱保护咱家己的身体啊。爱注重啥物部分？注重卖食受咸啊，啊，卖食受饱，卖拄好就好啊，安尼啊。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跟高血脂的部分，因为这个是目前就是三高，而且也跟代谢有蛮大的一个问题，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会比较着重就是在这三高的部分。推动老人福利照顾工作，特别重视老人会当活了健康快乐，知影如何保健身体是非常重要。这场慢性病预防讲座嘛是一连串课程的第一课，希望老人了解以后，咪当登去家己的社区来提醒其他长辈共同注意预防。那老人家对于一些慢性病的一些那个防治跟控制呢，还有知识方面呢也比较缺乏。那所以今天呢，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告诉这些就是来在社区帮忙就是长者量血压啦，照顾的这些人，灌输他们一些正确的知识，让他们把这些东西回去带给社区的老人家。假如咱家家这发挥到会甲上课，利用上课的培训，发挥一点潜能，他资源可以再利用啊，甲因学习为啊当社区的志工啊，共同服务社区里面的一路化组。各省社区指出，透过这项课程，和前来上课长辈，家己先建立正确观念甲知识。老大人之间互相提醒，互相斗三工，效果已经加好。希望慢慢将慢性病预防的正确观念甲做法落实伫社区每一位长辈身上。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